早听闻麻辣毛蛋技术很强，今天就让我试试他的巅峰技术是真是假。这小子见到长辈竟然不打招呼，真不友好。也别说那么多了，来带我上分。我是统治龙蛋岛的仔仔，你是谁？我还能是谁？我是洛洛的蛋搭子。现在知道带我上分了。不是，这小子什么意思？觉得我丑不像是吧？我明明那么貌美如花。毛蛋，我劝你识相。好，上钩了。虽然我是鸽子蛋吧，但是呢，我可是在洛洛账号2000分账号特训过的，到时候必须让这小子大吃一惊。第一关左摇右晃，我相信以麻袋的技术肯定不能让我们失望，给他来一个超级起步，看看他的实力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放屁崩我是吧？真是无语了，鸭蛋们。还好碰到最后地雷传送球过关。第二关321不许动，虽然开局没给到起步吧，但我们可以补救，回头抱他在起步。你玩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老抱他？是不是不想混了？ No no no， 我这是害怕他追不上我们的车尾灯，后面的看似在混，实则就是在等一个机会，那就是传送的时机，这就是时机守护者，传送拿下，这还不是挺轻松的吗？第三关生存赛是让很多人都头大的疯狂过山车，但是没事，我们就打开那动作的笑，哎，我们就笑，别人打我们我们也笑，主打交朋友，这样别人就不打你了。看我的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不是，这毛蛋怎么回事？我笑着，他怎么自己跳下去了？这不是打假赛吗？我这那是什么假赛？完全都是因为朕相信你。糊弄鬼呢？不过无妨，过关肯定还是可以的。这个账号就鸽子的，肯定让他大吃一惊。决赛幽灵来袭，我们直接带上隐身。你以为我要当老六？不不不，我们进去就笑，哎，就笑，笑到赢啊！毛蛋，这让毛蛋嘎我前面，你们谈何居心？是你们逼我的。我们的打法非常奏效啊，他们已经走不动路了，接下来该收尾气了。哎，可惜可惜，还是差点，不过这样的操作就已经足以震惊他了。你根本不是鸽子蛋啊，哈哈哈哈，竟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凤凰2000分。